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志伟，我是一个典型的狮子座，喜欢刺激有挑战的东西。然后我在《刺客列传》中饰演的是公孙虔，是一个正直善良，然后有理想抱负的谋士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，也多多关注《刺客列传》，谢谢。我们这个戏是一个很正的剧吧，大家都在讲国家大事，也没有儿女私情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振环 Evan， 我是一个外表斯文，但私底下对熟人是很爱搞笑，很爱当小丑。那我在《刺客列传》里演的是简冰，是一个高冷、腹黑、心机重，然后脾气不好的一个王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一定要看《刺客列传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梓淇，我是一个非常欢乐活泼的双子座，在剧中饰演的是钟坤仪，然后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深谋远虑，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向巅峰的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陈翔。那其实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其实我是蛮闷骚的。那我在剧中是饰演求证这个角色，他其实是个悲剧人物，因为他其实内心充满了恨，那但是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，因为在当时他也要效忠他的皇上。大家好，我叫扎杰，我在《刺客列传》里面饰演的是慕容黎。慕容黎这个角色是一个就是典型的天蝎座，但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生活里面我是白羊座，就是和天蝎座反差其实挺大的。而且头脑也没有就是慕容黎这么好，就是没有他这么有头脑，就是有报复心，就是还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吕云峰，然后我在《刺客列传》中饰演的是灵光。灵光他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一个王，我觉得灵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双鱼座，在剧中基本上你看到他，基本上都在哭。然后相比较灵光来说，我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愁善感，我是比较坚强的。然后可能灵光更像是内心的我，也像是晚上比较敏感时候的我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朱简，今年25周岁，然后性别男，这个看也知道吧，身高181，体重122，然后兴趣号是打球，然后画画写字，在戏中的角色是饰演天权的殖民王，然后这个王呢是一个非常爱玩的王，跟我现实中的就是状态很相似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角色，也非常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角色。我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，十分外向的人，所以话很多，所以还比较容易交朋友这样子。然后大家好，我是丰田，我戏里面的角色是齐坤，那我的生活上的兴趣是看
看动漫、看电影、看书等等，就比较宅男。然后我的戏里面的角色的是齐坤，是怎么讲？很有霸气的，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皇帝，所以我跟我本人的个性跟角色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感觉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 Special 伊恩。那我私底下的我是比较有时候比较宅，然后有时候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一个男生。那看心情，如果今天很懒的话呢，我就待在家。啊，我在饰演你戏里面饰演是琪琪坎，他是个其实跟我个性反差蛮大的角色，他是一个忠心，然后很潇洒，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。对，然后他在戏里面为了他的君王付出一切，我觉得很伟大。然后在戏里面难忘的经验就是骑马吧，因为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就是真的自己骑过马，而在演戏的时候第一次你就是要没有试过，你要直接上去，然后就要直接好像你很厉害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最难忘的经验是骑马的。